大家好，我现在好累，好想睡，好累，好想睡。今天万圣节的活动是哦，待会每次都会讲一下，我打开标题啊。嗯，永夜三天，还有什么？来来来来，会。生出特殊，会生出幽灵啊！祝福我老人，我也希望啊！我现在梦到我自己打 BNT 打到死掉，哈哈！哦，干！对不起，哈，我打得赢吗？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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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会有一个一百多等的？下次要用到手的，你不要。你就拿筷子给我，我卫生纸也没有比较干净啊，等下去洗手。旁边是挖洞队伍吗？不是，是拾取队伍。看，这场得到了线，但我得到了麻药跟地木，怎么会百多等的啊？北七哦。你看得到了什么？标点镜。你就在家里打就好了，是不是？不用出去找了。怎么那么高等啊？杰克，你是不是射错了？杰克，要死哦！是最终型进化的都是一百多等啊。那所有的队伍不能全都是拾荒队，我看一下哦、喔。那这样要克制。好啦，都变瘦了。是我的喵喵就没有战斗力哦、喔。啊，白痴，按错。欸、那时候杰克说。繁星，你可以带拾荒队啊！我说什么拾荒队？我那时候以为是说，就是打到那只快死掉之后换下一只。啊，结果他的意思是那个，反正队伍里面有拾荒就可以有拾荒的效果。但你看，做什么球？靠捡就好啦，对不对？你觉得很棒耶。然后那时候大半夜啊，大半夜在这边盖这个东西，我想说应该也有那种生怪压制的效果，就是下面我不要去，我在这边。是有啦，还是会生一些，可是就是真好慢哦、喔。
看那边是什么？不是五个都会捡哦、喔？会啊，你看啊，这个啊，我只要放在队伍里面就有机会，就有机会捡到。然后杰克的意思是，等级越高越容易捡到东西。没照。嗯，有没有？没捡到，靠腰。可惜。来啊，这个弹丸点赞服，嗨韩文。啊，这里点赞，因为现在我六 V 已经开始都送出去跟人家服务了，杰克啊，粉团啊，我留三只要给诺英啦。才能给他解解任务什么的，这只一看就知道有鬼，一百多等信不信？干嘛怎么上去？丢，没中，丢，没中，丢，哈哈，中了。你是不是害怕？哦哦，中这么多木材哦，水啦。然后你看，就是会生这些幽灵系的在我们家。不然我可能现在因为他们今天什么，今天哈基他们是打那个 APE 嘛，因为他没有玩过僵尸模式，所以今天没有打僵尸。啊，我又突然很想睡，很想睡，真的好想睡，我怕我现在睡着之后。那个半夜爬起来，因为我明天要打疫苗。对啊，啊、怎么没有了？哦，这只是蟾蜍王，好像只有主世界才会，对吧？生存世界才会有，主世界就没有了。嗨，安安，等级都不平均，我知道啊，都知道啊。哦，等一下脚麻了，脚麻了，脚。还没打就有副作用了，我出快死了。我梦到我直接打 BNT， 直接是突然打完之后要骑车回家，突然从发高烧什么之类的，然后突然送医院。你看我手上拿的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极具矿石吧，极矿石。我自己吓自己。没有，刚刚那个也没有显示是 boss 啊，那个只是怪的等级而已。那现在我等一下去洗个手，突然送来两个车轮饼，已经放在盘子上了。我想说我在摸键盘滑鼠，你给我，你要我用手去抓车轮饼？哎呀！哦，是啥？我声音好小、
待会诺英等他啦，如果他敢的，哎、欸，我怎么没有解麻药？怎么可能？为什么解麻药特别小罐呢、啊？这样子吗？好，等下诺英是参加第二场巧克团，欸，那他那边结束后，可能这个才是 BOSS 啊！啊、哦，打得赢吗？不是问题。第二把靠摇，好，好像打不赢。我跟你干，他怎么可以？他怎么可以分担痛处？去死！不要再分了，卖够分啊！哎，嘿嘿，哦，好，刚刚讲到哪里？哦，对，那诺英那边结束的话，可能陪他玩新入股吧，看他玩什么了，也可能就是我坐边观台去那边陪他。啊、欸，可是最近看他玩新入股，还玩到我，哦，干，我想要抓这只，你完蛋了。我等这只等了三天，对吧？等了一整天，等到我早上去睡着了。Yeah， 为什么要这一只嘞？来来来来来，这个他的特不是这只。我今天有一个任务是，我今天有个任务是不服输，应该是吧？对，不服输。那卡到很多特性都是隐藏特性，但是就是狙刀小兵的特性有个不服输，所以我要抓他拿来打，应该是这个吧？那为什么隐藏特性我们不是一大堆那个膏药吗？但是我觉得五十几个如果拿来解每日的话，一下就用完。搞个鬼啊！有没有变成不服输？那火爆猴的隐藏特性也是不服输。我想说，隐藏特性药膏给拿来解每日有点浪费，就想说来抓一个这个，那晚点来解。晚点吗？现在解好了。那因为我们不是说像这只是二系加钢系吗？所以要去找二系跟钢系的训练师，所以是那谁，吐司喵，或是哎、欸，对耶，可以找诺英哎。我想说诺英有时候关台都没有要上了，我就这样子装打，这样子，我在这边偷作弊，然后用放电。好了，那我们的任务不服输，只剩下三只了，所以我们回去。我是觉得，因为可以这样偷偷玩，是因为在体育王的活动才能双打这样子。这件事情杰克应该还不知道，所以我就趁这个东西再偷偷来，方便。毁灭！你看，剩两只，但活动结束就没了吧？对啊，就是鲤鱼王的那个双打，这只是为了让鲤鱼王学那个学技能用的那个双打 NPC。列阵兵也是梦特不服输，考虑抓一只吗？对啊，就是因为我不想用梦特胶囊啊，要搞啦。虽然后面也可以越打越多，但我想说就先这样吧。放电，你看剩一只，然后还有一只今天的任务是什么什么热什么医生的那个要飘飘球，所以是要哈吉。
好了，可喜可贺，今天的任务解完了。可喜可贺，可喜可贺。我现在孵蛋孵到那些看到一些很特殊的特性，我都留下来。讲好，功成身退，二系。因为我当时有留他欸，所以那时候今天一直在等他等半天。那再来是幽灵，这个我要的是他的隐藏特性吧。我今天任务是他小，对，受热机身，这个好像是隐藏特性吧。看一下哦，对，它的隐藏特性，那但就只有它有，所以我想说这个东西就特性胶囊就留，药膏就留给他，这样子，特殊道具，对吧？因为这个还是不好取得嘛。受热机身，来带你去死。走，爸爸带你去死。嗯，不出来。以牙还牙，来啊！因为有些人，因为杰克。有说那个像这种恶性的可以找训练家嘛，就训练家彼此的。可是有时候他们最近有些比较少在上线了，那我又不好意思请他们为了解任务上线，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啊。那个轻飘飘这个轻那个什么，这个是叫什么？飘飘球其实很好遇，但是好遇归好遇，但它的特性是梦特就比较酷。好了，今天的任务解完，等下就是去抓皮卡丘，抓完之后我们再来玩吧。无名，等下再帮我打字哦。一贝壳，好了，抓皮卡丘。C 放进去，到抓皮卡丘。快走！等一下，皮卡丘抓完，我先去洗个手。我不是刚刚是要那个吗？那个吃车轮饼，所以需要去洗手。不要。他想去打胖丁，哎，抓到了！因为我现在只在收集个性而已。统计，冷静，我好像有了、欸，看一下，冷静，胆小，勇敢，乐天，怕寂寞。哦，有了，有了，拜拜。来，皮卡丘。看到了，还有一只。口香糖。哎呀，你怎么打架啦？怎么等等我啊？哎、欸，又抓到了。亚秋，我知道你在这哦。
等一下，抓完了吗？我抓完了哎、欸，看这边也有哦，报酬，44等，啊，怎么差那么多？然后看到一个紫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哦，白痴哦，我不要记得。fake。然后好了，跟你说，快了，快了，快了，等我洗完手吧。然后放，我先放一放，不然等一下东西拿出来爆掉啦。这里，然后。银河徽章，金属本，这里吧，不是哎、欸，然后好了，准备了，我先去洗手，准备了，等一下。啊，放这边啊。洗完手运气不会洗掉吗？又不是我抽，是你们抽，怪也是怪你们啊，又不是我，进错房。PC 不是 D， 我先把钥匙领出来。是不是亏了？是不是少了一个？可恶！刚刚想说钱先不放的啊，然后亏了一个东西。然后有个很白色的事情是，我的长耳兔有个特性。忘记叫什么，是携带任何东西效果都不会有，又是那个特性，然后还带一些道具过去。那请等我打完才开始哦。对，现在还没哦，先等一下哦，我先洗手。好了，我回来了。主播没睡饱吗？嗨，诺音，还没睡饱，好累哦、喔。哇，诺音，来，你先挑一个数字让我用。我用这个。截图，截什么图？我刚发生什么事情？
我诺诺宝贝，哇，怎么是这样叫？我的天！来，诺英，选一个数字，你先开局，开局让你选，看看你是不是好运诺英，快点，要选。豆沙小啦，怎么啦？来啦，选一个号码。什么号码？选一个啊，一到五十四号，要给我选五五哦。一到五十四号，你看画面。啊啊，选一个号码。为什么不能选五？不能选五五，没有五五。五六。五六，五你妈啦！快点啦，一到五十四，零到五十四，一到五十四。一到五十四啊。三十二，对啊。好，体型转换器。好啦，那个谁，无名开始吧。我现在玩的我一个活动是我的 mod 打字，然后下面看到的，就是因为有延迟嘛，然后以我看到为主，就是我的 mod 打字，然后下面第一抽就是选一，第二抽是选第二个。第二抽好幸的九号直播吗？直播我的，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巧克团。可以啊，不，你直播你的，半小时没人陪。哦哦，你说你要先开台哦？对，开啊。哦好，我是谁？无名啊？我是姓的九号，等一下九号。哦，冰之石，对啦对啦。来第三个，土匪说什么？好，第二三包包的二十八号，28 28，岩石石板烂，没事没事没事，因为这种抽就是很多东西在里面，会有好有烂。好，第四抽。一二三四，许存义的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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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烂。来第五抽，我是说东西烂，不是说你们烂哦。先解释一下哦。青蛙利恩丁歪，好，落雁的三号更烂。来，下一个第六，那可以重复打没关系，就是不要造成洗，不然等一下限制留言哦。一二三四五，无名的六号，碎啦，无名。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好，无名在第七抽，无名自己打自己抽，真棒。哎，会不会太吵？会太吵，你要跟我讲。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个 Angela 什么鬼动哦？那个表情生气符号的26号，26哦，对，诺印破裂球还可以。现在有个特殊活动任务是万圣节，在我们家那边会永夜，然后会一直出现幽灵系宝可梦，打它会掉我手上这个东西，就叫万灵袋，灵异袋。那这个你可以先留着，杰克后面会拿来做一些东西，到时候再看。点击右键可以得到万圣节代币。好，好，刚第几抽了？对不起，第七抽结束了，来第八抽。欸，我会太吵，你要跟我讲，欸，我就关麦。不会，还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虫虫。二三四五六七八 ，P U Z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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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A N 的十三号，还行，还行，没有在用，但还行。来第九抽，你今天下午打了第二季哦，哇，恭喜！啊，我没有吃东西，好。
第九抽，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又是 N A N G I R E 的24号终极 BOSS。商店前面有一个打滚鬼，你要打哦，小心哦，很痛哦。我打不了，我打不了。好，第十抽。晚上好，信。哎、欸，你们家信是不是越来越恶心啊？他很恶心啊！你们可以重复洗，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海星的四十号。很可爱哦！来第几啊？十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low k k o p i 的多少？四三。姐姐假他小。卫生纸。为什么要吃卫生？我在咬卫生纸，穷到只能吃卫生纸，你不知道？第几了？来第十二抽。精灵游侠初见啊！请问这一位滑倒？你才有，你全家都有啦。一二三，而且我不是精灵游戏。六七八九十，你是结余的二十三，结余的二十三，二三。来哦，这怎样？全都是经验糖哎，好吧，你是一群烂东西里面至少算不错的。闪闪胸很小，我没看过哎，那但是我编了你。哎，第几了？第十三。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十二十三，没有、哦、信，你知道你已经比次月还要恶了。哇，我的九号，大家一起烂，来第十四，嘿，啊，你先抽完，你还到底几抽啊？还很多哎，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总共二十二抽。按急了，等一下第十四抽哦，开始了，来开始哦，一二三四，我回家，六七八九十十二三十四十五十四吗？雨的六号，六好。好，我发现越下面越没有人要刷，来，等一下第十入抽选第五个，我都选第五个好了啦，不然选到很后面你们都在等人家打字才打，来选第五个哦、喔，第十五抽、喔，有个叫明无是不是你啊？无名，一二三四五，又是那个生气脸的，是吗？一二三四五，对，生气脸的二十九号、喔，哇，他已经中了三次了、欸，你好像开什么奖哎、欸？我是在开奖啊！哎、欸，上次有人帮我开到大师球，哎，开心要死！真的？对啊，来第十六抽，有人叫明武啊！阿妈狗，一二三四，好，青蛙的三十四，青蛙的三十四，颁奖信。你知道你跟次月有一点很相像，还行，就是啊，来下一个，我以为是你嘛，这样哪里像？他们哪里像？不是，就是他们原本讲话都是那种很害羞的小男生这样。一二三，然后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是。性的言行举止，包包的二十九号，次月比较早，次月的言行举止就逐渐而烂。哦、啊、哟，性也是那种，对，原本也是一个
感觉很害羞的小男生。来十八，越来越逐渐而烂。十八，好像在拍卖还干嘛的？我也觉得很像拍卖。一二三四。来，喊价，喊价，喊价！来来来，大家刚刚冲太快，冲太快了。Y O N G 的多少啊？53，53。好，宝贝球转换去，来下一抽。没有，你要聊天室这样子洗，要这样刷，我只能靠这个方法，不然一大堆死人都不换气的。来19，19，19。一、二。蓝是蓝猫的50号、哦。各位，那个巧克力打完第一场，跟我讲一下，因为我在玩宝可梦。还有三抽，我等一下给你一只鲤鱼王，先让你拿去换大师球。来第20抽。21、23、24，小燕的40号，小燕的40号。啊，我一个90%的哎，干干啊你！你来来，你先打那个 menu。什么的？嘿，等一下，第二十一抽，等一下，你先打 menu。然后右下角有个鲤鱼王，对不对？对啊。点下去，然后你点左边那颗蛋。你把前面的80%以前全部零一零，80%。对啊，当你有100%的时候，你那颗蛋可以拿到大师球。好，21抽开始，1、2、3、4，包包的6号。好，我想到了，等一下无名打完，因为一直有人在刷，所以我想说，等无名打完，啊，算了，不要好了。翻多少？1、2、3、4、5，包包的6号，包包是几次啊？3次了，烂，超烂，这个我去偷就有了啊！烂包包你最烂，好，最后一抽，啊，最后一抽留给你啊，你要哪一个？我要的。我觉得下次用那个言辞，那个聊天室那个发言那个好了。5秒就好了，不要10秒。上次10秒有人打个安安就先开始，要吗？最后一抽留给你，你要几号？诺音啊，你在跟我讲话？对，快点，手抽跟最后一抽留给你。对，好，现在是手抽吗？现在最后一抽啦。Let me think about it.32号，32，你怎么又32？你今天32是什么位？32是你什么数字吗？神奇糖果2颗，不知道啊。今天就看32蛮顺眼。哦，不是谁3月2号生吗？你的冰知识最稀有，算是哎。你说什么？3月2号怎样？是谁生日吗？不是哦。没有啊，没人生日啊。好，我跟你讲，我高中的学号是不座号是32，真假的？不，国中，对啊。所以那时候大乐透的第一期有32，我那时候很开心，因为我有前32。安安玩玩，出剑，你最好出剑，想被揍。你要我矜持也可以很矜持啊！我听了你这句话好多遍了，信。谁讲的、啊？信啊！信。对。你可以再恶烂一点，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可以再恶烂一点啊！哎呀，这能干嘛？可是说进化放在旁边都不对。好凶哦，但我喜欢。对，你说信啊？说你啊。啊。真的、啊，他可以再恶烂一点啊！哎、欸，那个日马有更新哎、欸，真的、啊？有，我就问了，我知道啊，我是说又有更新角色，可是那个是狂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赌博默示录》那个画风的。他们玩完了哎、欸。哦，这么快哦？那你要去了吗？对啊，今天怎么那么快？那我过去吧。好啊，拜拜。波波，他去了吗？去了。你去了吗？不知道哎、欸。哪些宝可梦是幽灵加一般的？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对，好像没有。把歌放回来。嘟嘟嘟，来，我们又可以去抽保底抽啦！各位各位各位，这个。换这个留给大干爹好了。那等一下，谁敢这样子很敛财？这又关，这真的很严重哦。这个保底抽呢，你们会觉得太敛财吗？我想说，等一下留给第一个超级留言的打个号码，我来抽他，我来抽他。好不好？这个就留给，因为毕竟这个是保底抽，能抽不抽到大师球，最好的是大师球啦。因为传说许愿星块，你如果那颗球没有中就没了啊，你没有大师球的话，一样找不到那个，好不好？我们都不要怨念哦，不要怨谁哦，你抖个15块也可以哦，好，放这边，好。你喜欢就好，我喜欢啊，但不知道有没有人不喜欢而已啊。看一下哦，就是你是不是？听说你夏诺因哈，对啦，啊，怎么是放这里？等我一下哦，把蛋整理一下。啊！然后。看一下哦，很可以耶，不会死的。来来来来，我就看你多会掉，死了吧，死了吧！哎呦，哦，拿到钱，拿到什么？顶住失败，就掉。好，你看，看来是没有大干爹了，好吧，无名需要你了。看来我真的太过头了。来吧，等一下是怎么算？好，我自己打哈。待会，等一下是看到我打字，打什么字，后面再加数字哦，懂吗？比如说我等一下打说早安，然后是早安后面加数字的第20个，我才算哦。来哦，准备咯，不是直接打数字而已哦，也不是打早安哦。两斗蛋继续不给，没关系啊，你已经在光遇斗给我太多东西了。第20个哦，好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可以重复打啦。那个生气的你刚好十一耶。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停了哦。我看到是停的34。
好啦，那个抽不到大师球会生气哦。没有啦。一、欸、欸、来了，准备抽咯。但是哦，但是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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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掉了。我这边还有那个啦，传说宝可梦的箱子跟四 V 百变怪都还没换。哦，然后昨天哎、欸，对，昨天杰克生，哎、欸，前天杰克生日，那时候有那个送那个幸运宝可梦的道具，然后我抽到的是藏马兰特。没事啦，不要太在意啦，我真的没有很难过啦，一点点啦。这只战马兰特，哎、欸，我真的没有很难过哦、喔，我真的没有哦、喔。你不要哦，他是写 boss 哎、欸，我看到了。既然是 boss 的话，我就要全力以赴了。来，出来唱歌哦。还好哎、欸，好像还好。来，队长，队长出来，队长。干什么？啊，白痴哦、喔，幽灵系的，我在干嘛？地震啊，不是地震，震震不到啊，白痴哦、喔。挖洞啊，干嘛？我好没有一招可以打他哎、欸。嗯，跑到跑，我废物。我说我是废物。把皮换成难过的表情，我没有难过的表情哎、欸，就这个，我没有哭哭的脸，我想说我用不到，诶、欸，诶、欸，传说宝可梦加倍中吗？不是啊，传 boss 加倍中吗？嗯，要带一只鱼哎、欸，好酷哦、喔。宙斯回战，打他！很白痴哎、欸，这里吧。哦，有了有了有了。龙之鳞片。星期五的几率现在颇低吧？哦，星期五。哦，对啊，因为 PVP 真的对我来说太伤了，年纪到了。你看很多很多那种电竞选手为什么会隐退？因为他们的实力已经不如从前了。你又不是说上两三年的那个 UHC 还那么爱打架，现在就觉得不喜欢打打杀杀了。我真的比较喜欢 PVE。登过 PVP 啊，之前玩 CSO 也是，其实比较喜欢打那个僵尸模式。我有没有唱到啊？我有唱到吗？哦，有了耶，唱到了。
看你们都睡觉、啊，好了，我要睡死。是色尾，不是 boss 都会是那个颜色都会变。boss 的颜色都会有什么橘色、紫色、一般色、蓝色、绿色。好厉害，钓竿。现在鲤鱼王，对吧、啊？现在活动才有鲤鱼王可以骑、啊、之前没有。啊，这毒虫喷雾到底？装这好了。地狱之心王放这吧。对。然后是干嘛的？龙属性这里，哦，大地进化第十。哦，我是欧斯哦，啊，这是雅斯是不是？雅斯欧斯。嗯，那怎么用了？扔掉。好啦，我们继续我们的大林区狩猎吧。然后这次活动那个我要说啥呢，哦，幽灵塔那边的生怪砖是可以使用，但是不会掉道具，它是只有那种像比如说我们这边平时应该到底说不会生鬼师或鬼师通以外的宝可梦，它真的话如果生一些比较很奇怪平时这边没见过的宝可梦就有机会掉这个这样子。然后想说喵喵不是我那天学小偷吗，学了小偷顺便偷东西然后再顺便拾取，哦，完美装备全靠捡这样子。身上如果带道具的话我再偷过来，哇，拾取再加偷东西是完美。那是什么珊瑚吗？这个亮亮的是阿罗拉那个什么珊瑚对不对？哦，是欸，而且还是 boss 欸。哦不，怎么都这个？那我是不能带死去了啊！来，队长，队长先退休，队长我们换人。拉丁丢公虾。开心情就归一万。现在这里有多少宝可梦？全图鉴的，到剑盾的都有。来，上马喵喵。对。哎，队员 A， 换你上场。啊，我拿了什么？能收满图鉴吗？可以是可以，但是很难。难的原因在于，因为那个啥，很难的原因在很多神兽，要遇的几率真的太低了。那种如果你有道具可以直接召唤出来的，可以就好抓很多。他因为早期我们那时候玩的时候是有把神兽几率加倍调高，所以就是时不时这边会有那种统计跟你讲说盖欧卡出现咯那样子。那现在没有办法，现在他好像把几率
就是调正常，所以就算出了 BOSS 啊，不，出了神兽也很难，也不会提示说哪边出神兽。而且以前是那个孵蛋的时候，干，对耶，一般招我在干嘛？以前孵蛋可以孵到神兽，他把孵蛋孵神兽的功能调掉了。所以你真的要有神兽的话，真的要去自己打。神兽满天飞，对啊，差不多啊。以前可能哦，孵到极冻鸟、火焰鸟，那时候很开心，因为我的第一只神兽是极冻鸟，那时候是孵到的。去那个两三年前的事情，普通的。可以换下来，喵喵上吧，喵喵！我靠，死亡队员上吧，死亡队员！这里拿一拿好了，拿来装饰。好，那个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诺英好像不会开了，他忘记他要开会了。对，所以待会我在想要不要继续播木王哥，你又没唱到，起来唱歌。哇，跟我一样在做噩梦哎、欸！哦，唱到了，水啦！哇，其实鲤鱼王我有想过用那个，就是睡觉加噩梦那个技能。哇，好多哦！什么垃圾东西，丢掉。那我又不是要召集忍者兔啊？在头上吗？我其实在等超级忍者兔哎、欸，等不到。这里，来等等看吧。喵喵喵喵！小偷，哦，打他真的很烦呢。用那个，用近身招打他会烧啊！啊，扔掉 ，BOSS， 对，要找那个长耳兔的 BOSS， 就超级长耳兔啦，打死他之后。我的长耳兔才能 mega， 我才能把那个雕像换成 mega 的长耳兔。怎么烧起来了？地震，我劝你善良哦，不要哦，你会死哦，偷你啦，有
所以我长时间都在看着小地图走路。哦，好好好好，放错字了。有放泳装嫦娥兔雕像吗？就选一个啊！我要么就是设为嫦娥兔啊，要么就是泳装嫦娥兔啊。啊白痴哦、喔，怎么那喜欢神速他、啊？小偷，偷东西，小偷。boss 等级是不是破百？因为他会看你队伍里面的等最高等级，比如说我队伍一定都有100等的嘛，所以刚刚白色 boss 就加5等，然后绿色 boss 是10等，蓝色 boss 20，紫色30，橘色40，我忘记还是紫色是50，忘记了，所以他是以你等级来加的。你看啊、喔，那边有一个 boss， 这里。哪里啊？我看一下，什么绿色啊？绿色的话是加20吧，我加10吧。你看100再加10的，是这样子的啦。学废了吗？你学废了吗？你地震震得到吗？叫地震，我还是可以，打我不痛。注意啦，光之石，好多 boss 打，好开心哦！用颜色区分，知道了。对啊，就普通颜色的。所以很常会突然什么打一打，突然什么突然蹦出105等的，所以刚刚误会杰克了，长得太不 boss， 所以可以有机会在那边读到超级长耳兔，不过要白天，不是会不会不会白天啊？因为杰克有说是生存世界会永夜。星星有在跑吗？是没有啊？啊，白痴哦，这里是生存世界啦！啊哭啊！哇，那没救了，没指望了。别指望我了解，因为主世界没有这样的地形，没有冰刺地形啊！哭了哭了，能抓吗？能抓的话，等级不会变吧？不行 ，boss 都不行抓。就那时候遇到一个105等的比雕，想说可以抓，我发现啊不行，被骗。那有时候打完我都要注意一下，这边有没有那个包裹袋？嗯，哇，那这边没救了哎、欸，那我们回去吧。不变石，又是不变石。哎、欸，有了，上面有东西。看蓝色就是加20。爸，等一下哦。我们先放一只鲤鱼王上来。哦，飞起来，下来，阿尔宙斯唱起来，按20等。叮叮安安，好了。50已到，就是这样玩。
嗯，还有一只哎、欸，嗯，对，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没被咬过，没被鱼王咬过。这里。哭我才上来，棺材，他走路是这样走的呢。我天，他可不可以骑啊？能骑很帅。喵喵喵。哇！哦！发财啦！但金没什么用。有配招方向了吗？我配好了啊。其实当时在影月台的时候，就想说，聊天就说完了完了完了，你的什么配招要被知道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我才刚进来，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然后就听到影月说在找什么技能什么技能，说，哎、欸，我的鲤鱼网友你要吗？然后后面听我说，没事的、啊、没事的、啊，大家想弄的配法都很像啦，因为他弄完之后，因为我的鲤鱼王已经学好了，然后他直播那一天在弄的鲤鱼王是，是他还那个我的弄好了嘛，对不对？我的等一下哦、喔，这是我三只，这三只是我弄好的鲤鱼王，先发鱼、东风鲤鱼跟大将鱼都弄好了，所以我那天弄好的是这个一开始这个。那只是拿来就是骑乘跟平时打怪用的，就这个。然后那时候就是他学剧毒，我就说我有剧毒啊，你要吗？那时候我就对他使用聚宝弓。那在那天在学的技能是大将鱼，那时候大将鱼还有一招技能，我不知道他学什么。然后想说，因为我也在想说要不要用打雷。然后最后就是学了打雷，那时候学打雷学失败，学到那个药，跟白痴一样学错，都是重学。然后想说，哎、欸，不然我学百变怪好了，不是学百变怪啦，学变身，然后就直接复制你的宝可梦，你的鲤鱼王学什么，那也是可以啊，对不对？嗯，叮叮叮叮叮叮叮！哦，这么痛哦！死亡队员 B， 大葱，我偷到大葱啦！好了，这些东西存一存吧。哦，所以，我们今天敢又用到一次，今天就不知道会不会开到12点了，尽量好不好？不然关台后应该也是直接噔噔噔噔噔，睡到天亮。那现在整理，诺音要到12点，因为原本没有想过要，怎么讲，不确定他后面嘛，那是他开台前，要回来开台前，不是回来开前，我跟他想，他白银喷雾哎，那黄金喷雾哎，哇，哎、欸。
我那时候有问杰克说这到底有什么用，他跟我讲说没有什么用。然后我说好吧，还是存起来好了，搞不好后面真的有用。就囤积症嘛，都会这样子啊，都想说后面可能有用吧，先留下来。我干嘛？我丢这个，然后不见我。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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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觉得阿基，阿基的嘴巴明明就很好啊，那欠拔牙。啊，时间够了吧？应该不够吧？那天听有听他讲，好像还缺六小时吧。我觉得我也很担心啊。因为其实他要去 FB 直播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是也是希望他过去，因为那边是有给底薪的，然后你只要直播就好了。而且他也跟我说，他就是工作狂人。我说这不是工作狂人的问题啊，会累还是会累啊。那因为我之前在 FB 有开过台，所以我知道那边有多辛苦嘛。啊，他没问我说。繁星总不要再去 FB 了、啊，我说再看看吧，因为我那边真的是会要累的话有点累。虽然他们这一次是没有那个业绩压，就是他们只有时速压力，没有业绩压力，你只要时速到就好，不像我之前是还有业绩，就是、你的观看数要够多啊，然后要承包到上面去的数据那种。就是会让人家看数据，这个就有一个压力在。因为当时是数据不够，你就会被解约，所以那时候太辛苦了。所以诺英去直播的时候，我也是刚刚讲说要我陪你的话可以啊，有什么事情要来跟我说，要我那时候一定要来跟我说，这样子。喷雾在 PS 跑到，说到这个，我想要不是那个谁走路草有个技能是叫什么甜甜喷雾哦，还是叫什么甜甜香气？不是哪忘记哪个版本，就是你只要用甜甜香气就会主动遇怪，对不对？而且那一代的是可以一次遇五只，我忘记是哪一个版本的。那时候根本不用连锁还是什么一个一个遇，直接用甜甜香气遇怪，没有遇到色尾就跑。按 FB 那边要开很久，但很多观众就有不用开太久，很多观众不用开太久。对啊，就是你的观，我当时就是我有讲啊，我那时候如果我的观看数维持在200以上的话，我真的只要开80小时就好了。那因为 FB 真的很多人不喜欢用嘛，所以我那时候是业绩没有到，我就拼了命的在加开。那时候你们也知道啊。那时候80小时，我开到160小时，两倍欸，我放错字了啦！极速折返，我给你返，我让你返，灭亡之歌。好，自我再生，第二回合，我看你多嚣张。第三回合，我看你多嚣张，我绕跑。队员，好吧，就低了，低了意志。啊，滴滴宰死啦！滴滴宰死了。看来你不够低，哈哈，不要想。开到一两点 ，FB 那时候叫组5点还是6点就开了。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偏快夏天，我那时候真的是用性命在啊，没有，那时候还好是冬天开始嘛，我是12月开始开，然后是开到5月还6月就被解约了啊，好像6月，那时候我只有开7点到12.5个小时嘛，然后后面是为了那个观看数不够了，所以才变成下午的1点到5点，然后休息两小时去睡一下，然后就是再是对七，然后7点到12点这样子，一天开8-9小时。那时候我记得刚好有动森流行，没有？那时候就是因为刚好，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玩什么，
然后动森刚好出来，然后那时候又还没有 Switch， 所以我的第一台 Switch 就是因为为了动森。他很北七，他现在血量掉到这样子，进去战斗满马上帮他补血，又满了，还有可能被这个树压到死。因为我们的宝可梦只要卡在树里面就会受伤，所以我上次不是骑了一只鲤鱼王骑骑骑要死掉还是什么的啊？我的可可多啦，那时候在地底探东西的时候探到死掉，再给你一次机会，低了一只，好吧，看来真的不够低，我们要再努力了。没有啦，主要是 我还是有那种强迫症，想要让我的兔兔等级一致，看起来才舒服。而且那时候也很多人说，动身大概一个月就退潮了，我在那边盯盯了三个月，然后三个月盯完之后，想说不知道玩什么，才玩那个，哦，那时候有轻松高效，所以玩到轻松高效，又很想一直玩下去，因为那时候对那个版本又开始研究，所以才会那个自己生存的那个世界。然后才再次了解麦块的一些机制，什么鬼东西的，像自动羊毛机啊，古力帕森怪塔、啊，那时候还有些没有盖，女巫塔吧，女巫塔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找到沼泽地形，哎，好像有，然后还有很崩溃的啊，就是我的那个什么，就是那我应该喜欢这种粉吧。我其实很喜欢这种粉，懂吗？你们应该知道我喜欢的色系吧？就是这种粉。我那时候帮诺英挑这个粉，这个偏橘一点的粉，他就不太喜欢。我就说我喜欢这种淡淡的颜色啊。他跟我讲说，他直接打那个他的色票，什么 FF， 然后打什么307吧，就后面一串数字。对啊，就是进战斗血就满了。哇，你以前可以打 boss 烧到残血，那你怎么知道他快死掉了？你有可能把他烫死、欸。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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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在这里吧，这只吧。哦，对对对对对对。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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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只只是 boss 耿鬼，那也可能遇到一开始遇到的那个啊，极巨化耿鬼，那种极巨不极巨化百万进化的 mega 的耿鬼，打死之后才会掉 mega 球。所以我那时候我想要去等那个 mega 的长耳兔，但等不到，等很久了，因为这个版本又不是 mega 版本啊。像当时我们那时候在玩的时候是 mega 版本。所以野外四处都遇得到 Mega 的任何生物，所以那时候 Mega 球超多的，进化石超多。哦，对对对对对，以前有血量模组，对啦对啦对啦，当时就是他们上面会刻一条血条。没错没错，想起来了，绿色的血条吗？然后好像是说这种特殊的鬼尸不能抓，是不是？晚点再去问问看。不丢弃。哎，那这样子我们去中介玩一下好了，看看有没有我们的藏宝隶属大队。之前藏宝隶属计划失败，我那时候没有打到大师球。我那时候真的打很勤欸，我打到已经，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这伺服器最多的，我已经前几天已经得到了击败5000只宝可梦的成就。哎呦欸，都是高等的欸。像这个 boss 啊，有没有灰的？那灰的我们就是还是小心一点，先这样。
分当痛处是不是？来来来来来，你痛，你继续分，你继续分，你继续分。这次不用低的意志了，来吧。那像这种只有加100的，当然他给的奖励就是比较普通，甚至没有到很好。安安啊，来像这种，我干，阿纪想要的可是不能抓，哇啊哇啊哇哇，我要拍给他看。那这次就不换低的意志了，跟他尬，来吧，大力一点。那就可惜是 boss 就不能抓，是真的不能抓啦。什么烂东西？你不是神兽吗？因为他要配另外一只，叫什么锅的？他是一只花野菜。那我们这阵子一直遇到都是冰属性的嘛，那我第一次看到幽灵嘛，想说哇，原来幽灵马这么帅哦，他跟那个骑乘的那只花野菜配搭，配合完之后就是有不同的，可以变不同属性啊，对，雷贡丸，对对对对对，雷贡丸来啦，逼的意志。哦，升级多边兽二。哎、欸，好像不是哎、欸，比较白、欸。哎、欸，这是干嘛的啊？还是同一个、啊，颜色变。升级。一二三。嗯，因为有时候看旁边这边好糟一样。我还是喜欢公园球，这边好爽哦！打得赢吗？老头，打不赢！第二回合。我觉得是在这边打宝的、欸，那我干脆不要带喵喵了。嗯，为了分担等级，看一下哦、喔。不是不是，喵喵不带，那就带。我们队长等级已经落后了，已经有队员85等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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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队长等级输下去了。幽灵马也比较有用，我也觉得、欸，我也觉得比较帅、欸。来啦！这边是打宝的，这边是聚宝哦，贵宝地。等下来看一下阿尔宙斯的亲密度好了。来，队长，让队长吸经验。啊，经验一样，哭啊！来，阿尔宙斯的亲密度究竟是？你要想哦，最高是255哦，那是这样子，好歹人家神兽哎。哎，中介完全没有，中介完全没有那个了啦。没有中介该有的宝可梦了哎、欸！呀，这是位置图腾吗？
哦，不是欸，这是谁？灯火灵。哦，酷酷面具哦。而且为什么他叫队长？因为我那时候给他学错技能，他是里面唯一有泰山压顶的，所以他才会被当成队长。因为我当时是要给这只学泰山压顶，啊，由于因为兔子都长太像了，我是要给他学泰山压顶这些技能，弄错了。啊，有啦，还是有啦，阿伯索鲁，因为这边会出凯西阿伯索鲁啊。可是这边已经被叮叮叮叮叮叮，没关系，等下给他吃果实吧。好了，队长的回合，队长没有输。队长撑下去了，他怎么不变死？冲啊！我们还有队员可以死！冲啊！灭亡之歌！第二回合。来，队员 A， 不要，队员 C， 啊不，给队长啊，我给错了，我给队长，啊，对不起，我太开心了，啊，不能装。只有练30等亲密值还能那么高也是很，只有练30等亲密值还那么高也是很厉害。啊，就我也不知道哎、欸，为什么会那么高啊？有吃果实啦，有吃果实在调，这就是外来种的威胁。我觉得来这边也比较好哎、欸，因为这边就是中介的环境，然后比较多。比较多幽灵系，对不起啊，让你吸经验啊。哇，根本来打宝的，哇，我好开心啊！一直看到神兽、欸，哎，哇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大特卖吗？好开心哦、喔！我的天哪、啊，幽灵马奇拉蒂娜。连这只都出现了，忘记你叫什么名字，看一下啊，达克莱亚，来来来来来，啊，你怎么又睡觉了？哎、欸，不对耶，达克莱刚刚已经在商店看过了，我们就是说睡到死是怎样？你觉得达克莱真的也很帅？算了，那个宙斯。我应该讲，我应该改名字叫阿尔宙斯爽梅，独立，好回家，我好快乐哦，真的好快乐哦，没有，我抽到许愿星块，我好难过哦，哈哈，哎，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我怎么讲，我是不是真的太记仇了啊？我其实也不是很爱，有时候是这样拿来戳人家痛点。你们懂吗？升级组件，哦，对啊，同一个。有时候我很怕，可能就是让我抽到许愿心快的那位观众，很在意，说我可能一直提，他也很难过。那个没有啦，我真的没有。我讲真的、啊，这次是真的，我真的没有很难过啦，那时候都也难过是会有，因为毕竟大师球就是这么多啊，就是抽到这个嘛。啊，那时候也只是该而已，就不要
不要放在心上，对吧、啊？很多时候要的就是节目效果，那可能你们看的也很开心，这样子，大家也不要太在意啊。啊，像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们在高校的时候，我又提了哈记拔牙这件事情，那时候其实有感受到他好像很不喜欢提到这件事情的感觉。啊，我自己也没有去问，就只是有时候可能会想到，但我想到归想到，但是那时候也没有提。啊，有时候是不小心嗨过头，你知道吗？就是像有一次也是跟团团在玩的时候，啊，我这边能放什么？我怎么会拿掉啊？啊，这边缺一块什么东西啊？好奇妙哦！怎么会？这这边缺一格东西，有人偷东西是不是？欸，没有办法帮我查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吗？欸，好奇妙哦！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好奇哦！欸，金币，欸，是金币欸！是一般箱抽到还是保底箱？保底，就是因为是保底抽到许愿新款。我那时候也是讲说，里面最好的东西就是大师球，再是什么？我就在讲分析给他们听。还有啊，还有什么四 V 百变怪啊，不然就是传说宝可梦一只啊，随机宝可梦一只，啊就许愿新款也是认了。那时候许愿新款好像是六个吧。第一代道具会不会是拿去给鲤鱼王装的？啊，对对对对对，欸，有，对啊，这个是先知之爪，对对对，哦，你好猛啊！有啊，有，你看在这里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好棒，你好棒，你好棒，哦，你好棒哦，哇，期待道具，哇，欸，你看得懂我是怎么放的哦？好猛哦，还是你是瞎猜的？那你也是很猛。继续放里面，没有没有，是先知之爪，没错。你就知道我在中介刷多夸张了，刷阿伯叔那些刷到这个又一组了，拿来卖。好了，再来打宝喽。因为你打法框没有这样分类，对啊，我想说就是什么特殊携带升级的放一个，然后另外一种放一个，比较难取得的放另外一个。哇，好棒哦你！啊，怎么没暴尸了？啊，还没补血。打疫苗不要熬夜啊！我没有熬夜，我怕是怕我如果刚刚是睡着的话。我刚刚睡着，就是会那个什么啊，你们懂吗？就是会那个啊，哦，半夜醒来啦，会什么？我的天！不然要找东西找不到东西，种类太多。对啊，我还想说要不要造颜色牌，你知道吗？魏元熙。是什么？某种宝啊？这该不会是那个谁升级要的吧？那个叫谁？梦妖吗？还是234？哎，你好 PC， 我看一下我这次练什么的。哦，对啊，我这次原本是练那个啦，特防特攻，特防跟攻击。那后面因为每次唱歌都输了，我想要改成速度，所以我可以吃加减特减攻哦，减体力速度以外的。好，对啊，打疫苗，因为打疫苗的时间也很好笑哎，是10月30号。这天是点点的生日，
也不是好笑啦，很巧，对不起，想事情想太久，掌嘴，啪。队长撑住啊！队长，你等级要超过啊！你是队长，你有逃啊！有了，有了，有了！啊，不是啦，放错字了啦！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啊！我不能换只，完蛋了。好吧，一起死啊！哎、欸，好赚哦、喔，暗之死哎、欸！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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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彷徨夜灵进化道具，一代通信交换哦哦，所以不是梦妖哦。我刚刚是不是看到那边先有的？那只嘞，大家伙，我有想啊，我也想过我的那个鲤鱼王，就是黑暗暮光加那个啊，灭亡之歌啊。哎、欸，不是哎、欸，我又放错只了，队长回来。B 的意志，好啊！看来 B 不够装 B。觉得很酷的是，刚刚传一个图给我，闹回他。要我专心开台啊！你就不要那么早传图片给我嘛，燕子。我点名了哦，燕子。嗯。欸，我其实也想练一只叫傲骨燕的啊，它是一只燕子。嗯，因为他传了准备打 BNT 疫苗的那个图，就是一只猫咪压着手。因为我记得那时候阿静也有 po， 他就压着手说怎么办，举不起来的什么之类的。我想说，哎，这什么阿三 D 龙？哎呀！是谁对队长有个威胁？我看一下哦、喔，队员 A 你太超过了哦、喔、，B 跟 D 都一样哦、喔，我把你抓下，你怎么可以超过队长 A？ 我骂脏话哦，耶、不舒服。那我看一下哦，降低特工啊，这可以吃。点特工来，哑巴爸。
还有哪边有野生的 boss 啊？你们觉得鲤鱼王带进化骑士有没有搞头啊？加特防，可是他就是这么薄，你还给他加双防，是不是有点没意义啊？因为我在想，我不知道看组合什么的啊，但是你看我讲的嘛，我就是想要用撒灵跟毒灵啊。如果毒没有效，它可能会有那种什么高速旋转吧，打掉的话，那不然就是我第一场先丢蘑菇包子碎它，碎完之后撒两次毒灵，再撒一次撒灵这样子。因为我本来想放隐形眼，可是我就是隐形眼跟撒灵在做抉择。可是隐形眼不是有岩石属性吗？岩石打水又好像没什么用，所以就放了，我就想说带撒灵。我就想说先碎，然后放两次毒灵，就会变成剧毒嘛。那、啊、如果还活着的话，然后再撒它，再蘑菇包子它，然后吸它的血，然后再来撒它那个灵。所以我才想说，那我这只带进化骑士会不会没有什么用？因为它的，我是挑防御跟特防，然后其实也是练努力值也是练防御特防。那再来这个是东风嘛，给他带先知之爪，然后一样是防御跟特防。那招式是龙尾嘛，龙尾跟吹飞就是把他们换掉，或者是就是用球雨，球雨换完之后就是用打雷。然后我也在想说，不然就是用骨腹，复古配那个文幼果吧，是吗？文幼果，然后回些血量之后用神速来打，就是物攻变到很高嘛，物理攻击变到最高，然后再用神速来打，我是这样想啦。所以那时候已经配好招，就只是。我最后一格我不知道配什么，因为双倍凤凰跟镜面反射我在做两个抉择，就是双倍凤凰我自己在想，或者是我在想用金那个什么金属爆炸、喔、有啊，就是我比较偏，所以我就是在想，再不然就是我这个招式撒灵改成隐形眼啊，因为这几个技能，这个谁有？我看一下，我那时候在挑的时候，就是刚好这只都有，终极汲取包子，然后剧毒。这两个嘛，潮系的，然后隐形眼小拳石有，然后撒灵的话是这只，撒灵跟毒灵都有。那金属爆炸的话是哪一只？我还没有想耶，因为金属爆炸是伤害 1.5 倍嘛，但是它是也就是不会看物防跟特防啊。气息头巾死之前还可以咬一下，有气息头巾的东西吗？这是什么东西？头巾没有啊，没有这东西耶、欸、气势头带吗？没有啊，披斩司令哦、喔、看一下、喔，气势头带哦，气势头带没有啊，气势头带是，可是它这是消耗品对不对？它是有可能啊，可是它是要满血变成冰威、欸，是冰威啦，拼死，满血的状态要受到很大的伤害才有办法这样。
哇，金币给好多、哦，发财喽！哦，是哦，啊，为什么我上次记得有个东西是消耗品？好吧，祭祀头戴不消耗，但只有10%机会，占卜限制满血啊，所以你说的运气头戴就是这个东西哦。哦好好，啊，太运气了吧！所以我才想说，如果我那只当压轴，这只140吧。140，哎、欸，蹬得过去、欸，蹬落去，蹬落去，蹬落去，哎、欸，好啦，不要好了，很会死。五个哎、欸，难怪那么多、喔。所以隐形眼比撒琳好吗？我先问你们，你们会觉得隐形眼？那优先顺序好了，毒灵的话我会放啦、啊。那隐形眼跟撒琳，那隐形眼好还是撒琳好啊？如果既然地面打水有加倍的话。隐形眼打零次固定伤害，但要多次使用伤害比较高。隐形则是一次上场都是上限，但是上限没有打零的高。地面跟岩石打水都没有加倍。哦哦，所以真的要挑欸，因为毒灵的话是撒两次就剧毒嘛。所以我也可以睡他，然后一直撒铃，睡他一直撒铃这样子吗？因为我就是怕杰克，杰克他其实也有想要用那个高速旋转啊，就遇到像杰克那个，我可能就是睡觉吸他，睡觉吸他，睡觉吸他，剧毒是撒两次就变成剧毒啊。而剧毒的缺点就是说，他如果剧毒的话就不能。有睡眠效果啊，所以就是开场先睡他，然后再撒灵毒灵，因为要换过才会中毒嘛，所以他如果没换的话，我就继续再睡他，再撒灵。那撒灵可以撒几次？这样要重学吗？因为我本来就打算没有要只练三只鲤鱼王，因为这只是随时可以换，随时拿来用的。那先锋嘛，那就是带四只或五只过去交替着用。最多三层哦。如果放不到第二次撒铃的话，隐形眼会比较高，因为礼物量写不高。定比伤害效果没有隐形眼的高，对啊，因为你我就是想说，你看、喔、我现在练到100等，同样100，这还没100等，血量就200多了。那你看，练到100等，血182182182的，随便个打雷劈下来就死了。我在想说。在想说，还是我干脆就不要撒灵了，就是蘑菇包子，
然后加替身，然后终极吸取这样子，或是来个刀背打，把他当成那个谁，当成斗笠孤丸，就是靠腰哦，靠腰，哎，吓到了，吓到了，我关麦啊，喂，没有啊。我们在讨论战术，吼，吓人！等要到十点半。对，今天因为晚一点呢，明天的 R6 比赛的关系，所以那等一下十点半可能就会先休息了。然后呢，十点半如果早一点用完的话，那你可能就会早一点。再继续开哦，还会开哦，好。因为呢要凑时数。我知道啊，他们说什么你时数好像到，说怎么可能？那还没到好吗？我还没到啊。对呀、啊。那还有五点五。五点五那很快，一个新入国时间就到了。嗯。打铃向对手三十替换的宝可梦上场。对啊，我就想说，还是我要用替身蘑菇包子，然后终极吸取，再来一个很痛的招，这样子，这也可惜，所以就放弃傻灵跟毒灵这个东西了，换一个高速旋转什么都没有了，半小时哎、欸。嗯，对啊。麻吗？你要打麻？麻。可以啊。麻吗？等我一下更新。哎、欸，我要更新，等一下哦、喔。你要麻？我好像感觉到信已经开始打开了哦、喔。信，你助手，你没有机会的信。哈哈。哎，又打到了。啊！怎么又有幽灵嘛？你！哎，绿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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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哎呦！哎，更新好了、欸，快哦！打铃自我再生加碉堡，碉堡，你更新那么快？哦，对啊，碉堡是不是那个、那个叫谁？好坏心的技能？那你去听一下。听有什么怪、嗯、哦好、啊、哦他们那边还在聊替身蘑菇包子蝶舞加街坊哎、欸、我有想过哎、欸、就是我就想就是因为接棒不是把自己身上的 buff 移给下一个，挡攻击加重哦。我想说，不然就是把自己状态弄很高，然后把招式交给那个大将。怎么那么烂？不打幽灵嘛？玩的还可以吗？哎、欸，好多神兽、哦，我打的好开心哦！幽灵马遇到两次了，然后还有奇拉蒂娜两次。就只是很容易出爆那个啦，几句话，哎、欸、不白那个 mega 的，可是我就是遇不到 mega 的啊，卷卷的，我把长耳兔玩的还可以啊，因为在中介很好刷哎、欸，我又回到中介这边再打。中介随地就有 boss 欸，
救急奈克洛利，太救急了吧？救急，有奈克洛兹嘛？有能力就打，当然有能力啊，人手一只啊，宙斯哎、欸，多棒啊！他怎么撕裂成这样子？干你，嗯，干你，干你，你怎么没吓到？我说吓你哦，因为知道你会回来了，我还怎么可能会被吓到？嗯，怎么可能还会被吓到嘞？哪有十点的时候，明明你也知道我快要回来了。那时候是十点五十几分，好吗？没有好吗？有啦，十点五十还没到好吗？对啊。五十几分好吗？没有好。五十六分，我还记得是五十六分。没有好吗？有好吗？没有好吗？现在已经知道你随时会回来。那谁知道巧克团那么快就结束？嗯，真是不知道，今天蛮快的。对啊，不是有机会大师球跟公园球啊？对啊，所以我在拼命在刷、啊。公园球真的好好看哦。那也有进步啦，那麦克有进步了。要感动那个泪，落泪落泪落泪。啊，你好了没？还在更新。好，那继续打。那你去上个厕所。拜拜拜拜拜拜。我回来他应该就更新完了。那我继续刷。哎呦！感觉弄一只强化加一只炮塔应该可以，是有想啊，我一只炮台啦，只是我晚点要把它的努力值洗掉。那其实 A P 女王我都有加名字，你看加攻击减防御的。然后你加速度减攻击，有的没的都有留。加速度减防御，其实这次我本来就想练，就是这个、啊、一开始上场就是开始狂吹猛吹。哎，他还在无痕局。第一场大概九点整结束，没有没有没有，第一场还没九点就结束了。
我在上面吧，你不要在柱子上耶，在这放电，冰冻，冰冻，冰冻，爸爸是鹅，冰冻，爸爸是鹅，哎，爸爸鹅，爸爸是鹅。那我要干嘛来着？嗯，我忘记我要干嘛了，靠北。更新。更完了吗？还没。不是不是更新。啊啊对对对，想到。更那么慢，更落去，更落去，更好慢。来到，哎，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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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哈，嗯，哎，好久没打了，哦，太棒了！因为有些进化的石头，我不知道打什么宝可梦表，能靠抽奖跟打 BOSS。好啦，开游戏喽！嗨，我 OBS 当机了。哎，我宝可梦不用离开啊，在干嘛？孤单。啊。我离开，回来。黑羽正在进行黑象棋，他会玩恐怖游戏。他那天不是就在说什么观众投票什么东西的？真的假的？对啊，也太赌博末世路了吧！噔噔噔噔噔，好了，可以邀我了。总变打麻了，因为我已经要关台了，我也差不多了。要专心哦，别低台哦。知道知道。啊，你一定会在看呐、啊，怎么会不知道？我在看渣渣。哎、欸，这好像我重灌电脑后第一次开日麻、欸，等一下声音好大、啊。对，我没有调过它的声音。哎、欸，有啊，有有有有有。声音音乐零完成。好啦。我邀我啦。好啦。好啦，新的模式很刺激，有多刺激？它是活动里面才有吗？一般场
玩不到，对不对？哎呦哎，什么明镜之战呢？干嘛的？为什么登不进去？再登一次。采用麻将中的四种牌，其中三种牌哦是透明的哦。哦，玩家在开启自动理牌时，普通的牌与透明的牌按照顺序什么？玩家的牌，然后玩家的只有透明牌，我们真的，哦哦哦哦，你要玩吗？好啦，嗯，啊，你不是不能吃啦，我想吃啦。好啦，按牌是啥啦？好多规则哦。然后嘞，它是不是有这种活动？要干嘛？传说之。那他打完能干什么吗？有什么东西拿吗？按牌类似吹牛，好、哦，就是可以骗人家是不是？好、哦，眼睛要改回来，累累病，我好累哦。妈。那支付一千点棒盖牌能干嘛？哎、欸，好辣！你开房了没？没有。我不要过去看到，结果你在留言打字哦。在百货公司那边看奖励。所以什么？什么牌谱？你看他们玩新模式啊，什么明镜？明镜的。就是他们说，这个是可以看到。手牌，三张手牌吧。你可以躲枪牌啊、哦！太扯了吧，你们！啊靠！呀，我没有开内麦呀，好啦！哎呀，没事啦，你一定有观众在看我的台。他就在回我这边，白痴。不是啊，他们就很正常的在靠腰，难怪希尔不理我。我刚刚说希尔抱抱，希尔抱抱，然后希尔不理我。好了，那大概六分钟前讲吧，是讲希尔抱抱。你看吧，有共通的观众群也是好事啊。然后要然后喂吗？喂啥？不用喂啦，移飞他。排笑大战是什么？排笑大战？画风下巴。怎么透明的嘛？对，这是干嘛来着？这是你的牌会透明，全世界都知道你的是什么牌。大小啊，等一下啊！哇，这么刺激的哦！这个怎么玩啊？你正常玩啊，你就继续你的混一色或清一色。像你手上啊，你把宝牌打出来，像这样子、啊、有没有？哎呦，不要，我不要那一张。
这白痴哦、喔！啊，如果打掉这两张，不是我的牌全部被看光光了吗？是有连装的哦、喔。那等一下，那下次玩那个好了，还是玩修罗好了。白痴哦、喔！太聪明了吧？被看光光啦！原来天才麻将少女有能力是这么痛苦的事情，难怪要被封印起来。这有连装的哦，那是不是就要断腰到底？那好累哦。哎，你们不能一直小鸡鸡耶！啊，等下，你是人男哦。你要重来？什么意思？要打到南风局，你还有十二分钟就要开会了。我靠呀，不行啊！要不要投票重来？打修罗啦！打修罗啦！打修罗啦！修罗也很快啊。修罗很快啊，但是不会到那个啊，不会到四人难那么久啊。那我们打修罗时间就3+5啊，很刺激的。没事啦，你的牌那么好懂。你的吗？你的啦，我他妈、啊！出现了，出现了！会业绩的屁屁。那个刚刚不好意思，那个嘉轩跟丽恩吗？啊，没被看光光的感觉真好，对不对，诺英？干，开始了。好，完全不知道我换的什么东西出去，你知道吗？我知道。刺激的，刺激的，快一点，快一点。刺激的，刺激的，再快一点，もっともっと，もっと早く，啊。出快点，快点，快点！碰你妈！快点，快点！还在碰你妈！啊，快点，快点！哦、我干你老师！不要，不要！要打，要打！哎、啊，难怪他们要找我当主播，我很吵哎、欸。嗯，就怕你不吵啊！碰。还有机会看吧，如果明天我打完疫苗回来之后，我还是有办法动的话，应该还有办法动，是隔天才会动不了，对不对？嗯，对，对啊。第一天没什么感觉，第二天比较有感，但是第三，你你啊，我碰错了，我在乱碰。反正第一天、第二天都没什么感觉，反正应该说第二天比较有感觉。对啊，都是隔天休息完。可是他们说 BNT 比较没感觉 ，BNT 是第二季才会死，是不是？就我的梦有可能成真吗？什么梦？我说我梦到我会死掉。不会啦。你要我就说你要记得带那个。多多绿，然后加糖。你不要靠压就不会没。不是你加糖的话，烧给我的话，可能变焦糖，懂吗？不是这个啦，你在不要跟你讲话靠压啊。啊？焦糖哎、欸！你不要靠压啦！我靠腰啦！乱讲话啦！我乱讲话啦！弄你妈！干你那么小！决斗吧！干你自摸，吓死我！自摸个屁啊！我得思考时间没么？思考时间有点快。干干！我胡了，我按错了。水呀水呀！再来再来！あと少しだったんです。1000块而已，没事没事。
来，再来，再来，三分钟一局，可以，可以啊！妈的，还要哭，妈的，还要哭！干！干！干！按错了，我知道他准备放枪了。剧本都写好了，都写好了，都写好了。我知道你很难过。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他打了两张我要的啦，就这样被羞辱了。你怎么敢？欸 Super Game 是谁啊？每次忘记。安雪兔，两天没感觉。哦，我看啊。我就是要看，你知道？欸，是老人家比较不会有感觉，对不对？对。对啊，没事啊，没事啊。你老了，你老了，你老了。你说我吗？Not you。可是我比雪兔大哎、欸。可我看你们，看你们体弱有没有多病啊？我蛮多病的、啊。一二三四六。你干你太老，怎样啦？五分钟。好啦，我自动合聊点下去好不好？怎样？为什么？哦，所以你没有改名哦，没事没事，那就好了。你是不是都没很少在聊天室打字啊？怎样怎样？又是我，又是我跟你了，来对决吧 ，Yuki， 干你自摸！哎呦，我刚已经给过你机会了。哦，你给我什么机会？上一场的机会。他妈的，你自己没有。按错了啦！你怪我？我没有，我哪敢？换换换，你给我什么？你才垃圾嘞！哎呀，给我垃圾！把你垃圾打掉。幸睡着了，再回去睡啊。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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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为什么不打新模式？因为他时间不够，打错了。宝牌是现场摸的 ，OK。以文作原汁原味，所以那是什么动画吗？我晚点去看。因为我那个小桃小丽还没看完，
我才看到第四集，我很对不起，我没办法挂着看，我很抱歉。不是哦，打快点哦，有人剩两分钟了，万达拉吉离开了。你们打快点哦，有人剩两分钟了，赶快把他击飞，就结束了。剧本写好了，剧本写好了，击飞他。对，我剩9800，操！他要万子，不要打万子了，各位。他想要清一色，他想要清一色，各位。不要打万子了。很过分嘞！怎么啦？过分嘞！你都快把清一色打出来了，你在干什么？我也觉得，干我当初应该做条子的，妈的！条子爱你。给我条子！哈哈哈。你要不要碰啊？你要不要吃啊？好，你等一下就放弃了，这一局就不算了，要不要？算我输好不好？我输不起。不要！他们还没有讲话，诺英死了！哇，国士无双哎、欸，我们死了、欸，国士无双。死了1800，我没事。你没事吗？我没事。什么事？我死了、喔。哦，我庄家哦、喔。对啊，我飞了哎、欸。看，谁是没有玩过一次国士无双？哇，结束了，完美结束了。对啊，哈哈，太扯了吧，火鼠！他说他先训练一下工作人员，请稍后再请两位。好啊，所以你还是先准备啦，先不要开，很危险呢。啊，对啊，干嘛啦？我看一下最近有什么好看的。啊，怎么是我飞？怎么终于没有事？怎么是你飞？对啊。那、啊、为什么我没有死？你不是已经快死了吗？就因为我庄家吗？怎么可以这样子？我的天哪、啊！我血量都算好了哎、欸！我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来看奖励。这次跟谁合作啊？所以这一次没有那种会动的桌布之类的吗？不啊，这一次的不好。每日段位。不是每日吗？哦，不是哦，任务于10月30日解锁，哦，陆续解锁的哦。好哦，你知道他的合牌啊？嗯，有什么很多合牌，什么红玫瑰合牌啊？你说这次的那个吗？没有，不是，你先听我讲，就是蛮多合牌，其实我很多都有了，就只有樱花合牌没有。你是这样？樱花合牌？对啊。看一下，哦，你是说这个吗？哪个？我荧幕分享给你看哦。这个吗？我只看到你的鸡。我的鸡？啊，对啊，这个。我没开视讯吗？不是啊，不是这个啦，我说你头像的鸡。很可爱、欸。那是呀，不是啊，干你有哎、欸，鸡巴！这是我第一个特效哎、欸，干我还没抽到哎、欸，鸡巴！哦，所以他是抽到的哦、喔，我以为他是送的哎、欸啊，因为我想说，你看你点下去这些都是樱花、啊，哪个点下去？你画面这些啊，花束点左键就送樱花、啊，我想说这个是送的，送樱花。好哦，好哎、欸，我也要用这樱花的。我没有樱花
特效啊，看。那我可以用樱花特效了。看妈的！动作比较进去，竹林联动啊，有什么特别吗？特别。这特效看起来好帅哦、喔！哪一个？这是活动的啊，奖励一览看一下。身高不明，生日不明，年龄不明，血型不明。啊，可是你有动动桌布啊？没事啦，我还没月饼哎、欸，难过哎、欸。讲的像我有一样。你也没有啊，我也很难过啊。你难过个屁！啊，不是一个男，两个男角色放在樱花联动里面干嘛啦？啊，很气耶！我小时候看你洋葱大小，他妈的嘞！月饼过期了，我知道啊。哇塞哇塞！我给大家看一下哈，什么叫做真正的啊？带有镜子画面。真正的美啊，美美爆，超美的，这也可以，这也超美，可以抽抽看，抽你个头啦！我最近很穷，你看我刚刚开台的时候，问诺英问我吃什么，说来吃卫生纸，我是在吃卫生纸啊，我等下拍给诺英看。你要吃？你吃卫生纸冲杀死了？嗯，没有，因为那时候是因为 我嘴巴流血。然后拿卫生纸去止住血，然后刚刚讲话，就这样子在讲话。你说你在吃什么？说来吃卫生纸。好。你这昨天睡醒，口腔里面就是那种一粒一粒的，然后把它弄破，然后就流血。你可以不要在直播的时候把它弄破吧？不是直播弄破的啦，开台后、开台前弄的。你不要在开台前弄这个好。那什么时候才能弄开台关台吗？你不要在关台的时候弄这个啦，是这样吗？不是就嘴巴里面有一粒东西就觉得很舌头就很给小去戳它，你不会吗？我不会啊，但是我会觉得啊，干嘛？你被打到？没有，我会就是这个就是克制一下，你会关台后，嗯哼，嗯哼，嗯哼，你刚。我等关台啊，怎样？我没有开台前。那润饼好好吃哦。好啦，我这边先关台哦。我要关。嗯。你在干嘛？你在吃哦。哎呀。你在吃卫生纸哦。啊。你在吃什么？我没有在吃东西，我在用。哦，我跟你，我待会，我现在开几个小时？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吧。你三个小时吧？你不是三十分开吗？不然再撑一下，现在就三小时啊。哦，哪里有三十分开？因为有啊，我两小时啊，对不起，你不是七点半才开始开台的？八点半前左右。好。对啊。嗯。那时候你不是就是三十分左右开台，那跟观众说、嗯、小柯他们结束跟你讲，嗯，对吧？所以你应该是快两小时了吧？应该吧？对啊，快两小时，我想一下哦、喔，两小时，快两小时，来算一下，你不是五小时吗？还差三小时、啊，减五小时点，减两小时人，三点是五啊，三点五小时，对啊，啊，减五小时。我看看啦，这个假日一定会把它播完，你放心。你就开个新路古洞。假日，你就种田啊，钓鱼啊，很快就好了啦。不然就上宝可梦打打那个啊，打打幽灵系的啊。哦，然后待会会发一个精华。哎呀，好啦，这边就到。嗯，好啦，就到这边啦，感谢各位，
今天抽到了传说许愿星块，可喜可贺。啊，感谢大家今天收看两周，我是诺言，我们明天见喽。明天呢，我会在 FB， 不是 FB， 明天呢，我会在 YT 开 R6 比赛，是从几点来着？我其实不知道，一点吧，一点到三点半，反正是。那 maybe 是这样子的时间，反正诺伊的时间跟他们的时间有点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多多支持，多多看一下诺伊在哪里，可以多多看，诺应该会在 R6 锦标赛的官方网站直播。那大家也可以来支持一下诺伊，看一下诺伊哦，诺伊也是会有这个形象出现在那边。那跟我搭档的呢是三主播，是那个阿六打还不错的那位蓝那个蓝人，好吧，那个蓝人，反正那一只主播啊，负责的东西就是问问题啊，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啦。明天，反正是下午的时候会直播，那就到这里就结束喽。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是诺伊，感谢你。我是诺伊，我们明天见了，拜拜，明天在 YT 晚点会发讯息，应该明天早上的时候会发推特或发那个 DC，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谢谢，阿里卡多，我是诺伊，我们明天见了，拜拜，关掉你那边的啦，yeah, 我这边没关掉，我还没关台，你知道吗？但你不是说要关台吗？鸡巴！我想说，我刚吃完东西，准备讲拜拜的时候，啊，我的 mod 就说，你敢不敢吃完再讲？我准备想，我想赶的时候，你就在那边，啊，我是诺英，啊，那个就这样讲，你敢不敢专业一点啊？啊，敢不敢锦标在哪边直播，一清二楚可以吗？哈，啊，你在哪直播啊？好，大家好，大家拜拜，晚安咯，大家拜拜，晚安，明天看再怎样去诺英的台那边看看啦，拜拜。